时候神主席已经百万了。柯文哲的案子呢？现在到底进行到哪里？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啊，一万多人在立法院前面济南路来进行抗议。这是八号晚间，因为他遭到羁押禁见之后，民众党质疑的部分是司法不公哦。杨明杨教授，那现在呢，很多各个挺柯文哲的也出来了，然后呢，各个说法也都出来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民众党立委吴春成他说柯文哲是被政治迫害，他说柯文哲要当台湾曼德拉，做好被关很久的长期抗战。柯文哲说做鬼要把赖清德拉下台，这个导引就是政治迫害嘛。那现在呢，他的妻子也出来讲，他说当时候为什么剪掉说在门口等一个小时，当时候很多人都在说是不是在灭证啊。好，他出来讲说没有啦，他在厕所洗澡上洗手间。你怎么看呢现在这整个案情的变化？玉珍讲话很委婉，上大号了，他是这样讲的。当然民众党是应该可以这么讲哈。那昨天我们看到另外两位就是非民众党的，就是萧旭成在台上，然后呢，徐巧芯的这个报告，就我有点小失望，我没有看到蔡正元委员出现。有他要选啊，可是问题礼拜六刚好我有一个海外的直播节目，而且要陪我女儿吃饭，现在天大地大，我女儿最大。我们刚好让蔡正元解释一下哈，其实否则的话，他应该吸引到更多人的注意。那当然，现在我们知道柯文哲准备让赖清德更积极打我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心肠很坏哦。因为你是行动派，我们都支持行动派的哈。那基本上他已经决定不再提告。对啊。然后呢，现在等待所谓的这个他发的声明嘛哈。就接下来两个月，请检察官在羁押期间穷尽一切调查义务。对，本人也会尽力配合调查。柯文哲觉得不会有新事证，他对他自己是很有信心。那昨天他的太太陈佩琪所解释的东西，我觉得不需要太过于钻牛角尖了哈。那因此，民主党当然是透过这一次的机会来节节他小草的号召力跟支持力。那关键还是接下来检察官这边怎么样，在这个两个月之内，既然柯文哲已经决定不再去申请抗告。那这两个月之内，他会被关在这个看，这个是这不这个不是看守所，
这是羁押庭里面的，看守所，现在在看守所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两个月之内你能够有所这个作为吗？那郑文灿没有到两个月，17天就起诉，17天，对不对？他起诉就交保，就要交保。对，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